这一小节主要练习我们跳跃的动作，我们先做一次手臂的练习，向上打开，抱住头部，腹部向下。好，我们转换身体的重心，向侧两边去感受我们重心的移动。再一次，好，我们接下来准备新动作，向侧四次开腿跳，向前点跳四次，换另一侧，保持我们脚踝的弹动。好，现在向两侧加上手臂，再一次手臂向外伸直打开，再跑一遍新动作，向两侧抬腿，交叉手臂，尽量小腿踢到我们臀部，感受身体的重心向下蹲。新动作，我们向侧点地，原地点，加上之前，非常棒，向上，改变身体方向，我们向前，原地点地动作，两只腿交替，下后腿，上，侧边，新动作，向下深蹲。注意我们的掌心开合，大腿内侧向下，保持住，加快速度 ，Go！ 坚持住，将我们的核心收紧。好，把这个动作连贯再跳跃起，两次开合蹲，再一边开合，坚持，加油，开合打开，向两侧，脚下不要停下来，坚持住。好，我们大连贯在一起，向侧打开，还有一边，向侧，感受我们的臀部前进，侧步，手臂点刺向上，加油，坚持。再后一遍 ，Go！ 向下，抬腿蹲，交叉前进，不要忘记哦，点定向上，保持我们身体的弹动，向后行，再后一次，让我们感受身体。结束，向上。